平安。小乖放在桌上吃。锅里的吗？我。哎，乖乖小心。乖乖，不要用弟弟的椅子。我偏想爷碗底一大碗。那个是谁呀？那个是陈水扁吗？小乖，我发觉你吃冰就变很慢了，你吃其他的很快，吃冰很慢很慢。你在吃冰的就把你。没有，你看他吃冰是沾一下吃，不是挖一团吃。因为要给阿伯吃嘛。叫你爸爸带你去家发玩具买多一点啊。一二三木头人，一二三木头人，你有玩过吗？我没有玩过。没有玩过一二三木头人啊、哦？你有玩过吗？没有。我就玩过男生女生配。男生女生配啊、哦？就是我就玩过捉迷藏。捉迷藏要怎么玩？我就要躲起来，看谁找到他。嗯。我们学校有标剪刀石头布。哇。那你们两个比赛？剪刀石头。哎，怎么？剪刀石头。